你们喜欢吃什么？我喜欢吃咸蛋。好，来吃着咸蛋来。毛不弄，咸蛋好吃吗？它是咸蛋超人的咸蛋哦，知不知道？知道。嗯，好吃吗？好吃。好吃啊，那要不要吃着苦瓜？我根本就没有什么咸的。对啊，那吃着苦瓜好不好？不要，没有苦。不会苦的苦瓜，保证没有苦。尝试一下吧。不然我试一下口。好，试一下口来。会苦吗？没有苦的。好厉害哦！刚刚没有苦啊，喝吗？四个碎碎的一片都。嗯。你要跟爸爸说好吃吗？好吃，好，下次还会再吃吗？不对，他跳的是妈妈。那你要唱啊，快点。安妮，他发现我的视频，可是拉比了在意。什么天天你阿帕进我的心里，可是那边的在意，我想你什么天天你地里地地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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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滴滴哩滴滴哩滴滴滴哩，爱你，把爱放进我的心里，可是让别人在意，我真的天天你，家就没了。我是彩虹，大家好。我们今天只是在假装个录音而已，我们在示范看看的。说那个是一点小事而已。那我只是要唱点歌给你们听的，我是要唱电视里面的歌，我有听过。那我听的耳朵歌，唱个星星，我要唱五个歌的，可是有几个歌被我姐姐吓走了，说我只能唱一的歌了。那我一的歌，除了一的歌，我还要唱什么歌呢？那我播一个影片给你们看，我来用一个我姐姐有看过的那个《好想你》，来播《好想你》，好想你，这个。不是这个像是别的，是 YouTube。 好，等一下就要开始播好想你咯。这个我们来去那个，这个还有这个傻学弟好想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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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想你。